我吗？我不是李星就是蜘蛛啊。李蜘蛛啊，我这只超强。来，我想一下。还可以慢慢想。我想一下。我们是下路装反啊，我们现在是服液。不是，这只真的很强。我来了。这他选达瑞斯更好啊，达瑞文。这只真的猛，凶哦，还蛮搭的啊。这只对啊，这只聊天室根本就不知道他伤害多大，他超级做坏的。这只伤害真的有病，我跟你讲。不行啊，老鼠打也不行。要补，我不能补，我不能玩蜘蛛啊。双帝王。双帝王。双帝王。那也太老了吧。哇塞，扎克。我的角色不是很好对抗他。我看一下。哇，李星被玩康欸。哦，真的欸，可是不行啊，摩根兰也太 AP 啦。不管了，还是你会加文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信我一把。可以可以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聊天室都知道我这有多强。喂，这只打辅助真的伤害超奇怪的。这拿副鞋子，怪。这伤害很高啊，真的是不知道在搞什么了。他超奇怪的，他被抽一下灵魂，然后再加上什么一个 QW 连中，你好像一半的血就没了。哎、等一下，他怎么是加里欧辅助干？等改啊！别怕，很硬啊，他们很硬，上路攀升。我点吸血，怎么会台服了？真摸死台！职业选手不是会拿全造型吗？我不是职业选手，可怜。没有办法拿，没有办法拿吧？职业选手也没有吧？好像也是没有啊。还是我现在开始氪金，我只要每玩一只角色没 skin 的，我就把它买满。我以你的财力应该是可以啊，可是也是没有必要吧？好像也是哦，谁出资我就告。对啊，那看你的造型总数啊，我后面我没有再直接买造型啊，我都直接只用合的。但你还是会出资啊，干！NIEBAOGE， 对不对？换取大量的 CP 值比较高，对 ，CP 值比较高。谢谢订阅。能用合则干嘛用买的？也没有到全造型啊。那个什么？哎呦，攀升辅助哎、欸。对，比较肥的韩国鱼。这好像昨天有遇到不是吗？记得昨天好像也遇到一个韩国鱼。哎、欸，龙女上路感觉也是贼猛哎、欸。我那天看他们说，现在有一个套路什么直冲，那个。哪一个？那蛇？不是。吸血的那个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等下直冲那个好像很强，还那个军团的那个叫什么死亡之舞啊？对对对，直冲死亡之舞。我 win 死啊！那为什么我没有视频啊？奇怪。你们下路会打得很激烈吗？啊、不能撞他耶！不是玩打野没办法遮地图吧？我手遮吗？啊！没有，你要遮吗？需要帮你吗？不用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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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是玩打野没办法遮。下路的话可以考虑。台服很凶啊！你看这伊泽瑞尔，哎呦，他直接出多兰盾哎！妈，我哎、现在出这个很猛哎！你说多兰盾吗？嗯，为什么打 AP 的那种回太多啦？因为 AP 的那个下路打得太痛了，带多兰盾 hold 不住。哦、那估计你也只能带多兰盾、啊。对啊，精神不是啊，我今天很久没玩了。哎、欸，他这 skin 好帅啊，达瑞文 ，man 的，难怪他不让我录。
感觉会助上，将我把下打穿。哎、欸，下路要爆了。啊，我没有血，我直接走了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给我抽一下，谢谢。我们 AD 没闪，他交闪。他们上开，他们上开。可是我们这样下路有点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去撞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普攻极限。哎、欸，下路好冷静哦、喔，那个潘森从头到尾都没有叫点燃，干两趟都没有看到哎、欸，回了回了。哎呀，被扭掉了。是要每天开了吗？尽量尽量。我们其实不太能撞他哎、欸，上路输，中路也输。哇，现在没办法反他，好亏哦、喔。那你要不要反他下半步？我下半步先进来。不然你吃上半波，我先吃。嗯、好好好，看你，我帮你控制这个达瑞文的兵线。欸、我刚应该不该撞那个的，我应该往下去吃阿兰。哎、欸，他是红开是不是？对，他红开。对，他现在吃完六鸟会去下半步，或三狼，他应该是三狼吧？嗯，在三狼，我在中。我等一下会吃上蓝。他吃蓝吗？没有，他在吃下河蟹或吃蓝，反正他在下半部。我刷我擦眼下河蟹。嗯，他吃下河蟹，他把我眼打掉了，干衰。好衰，很会擦眼，很会猜。河蟹扭刀，他上半部都没了，所以他一定会在下。他在吃蓝，他在吃蓝。嗯，你们。没有，他要给你们，给你们。他吃完河蟹了。啊、他知道打野那个没，他知道 AD 没闪。我现在下去吧，先下去。好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你们下路是推的吗？有优势的吗？现在可以回拉线，也可以推，是可以推啊。你要进去碰也可以啊。啊。但他河蟹吃了。嗯。攀升会比较快啊，攀升比较快。来，我让他不让，好好，你不让他知道。撞起来，潘森有点燃，有闪。潘森有点燃，有闪、嗯。我闹他一下而已。没有，那个好，那不两去了。好。哎、欸，这边后面，潘森有闪，他会移，他会移。我抽一下他灵魂。Nice， 他有闪，有点燃。好，那不回去，没事。哇，那个中掉了。嘎比，没事。潘森交闪是不是？嗯，没有交，没有交，他在问我。好，那还有交点燃吗？也没有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有打掉吗？你这么凶啊！我帮你一个 W。不行哎、欸，好像不行，伤害不够，31滴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没事啦，帮你帮你。他要干嘛？他要干嘛？盾有吗？哎、欸，他自杀哎、欸，嗯，玩的不错。我是帮那个他 TP 了，他 TP 了。好啊，下面、那個、下路，谁 TP？ 那个家里哦，我要死。对啊，对。我被闪闪哇，多一个 TP。哎、欸，好像换得掉啊，可惜。是是我问题。潘森好猛哦、喔，他很会玩、欸，他前面打起来比较强，对啊，他角色也强了，因为他晕，那是晕而已、啊，比较简单，搞事啊，没有啊，我们会赢的啦，只是多了那个上路的 TP， 要注意，不然因为打路人靠不来，靠不过来，然后直接被抓掉了，对啊，多一个那个，天啊，竟然开了，我当58个月的盘子有没有奖励啊？谢谢订阅，我跟你讲，那58个月，有人当了4年的盘子，4年的盘子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是4年，是6年，72个月，58个月，麻烦往后面站一点，
他在下半部。哎，他在下半部。不过刚刚是达瑞文，应该是吃兵的关系，他才没靠，不然的话感觉，当时我就要死了。还是这样子。他换掉，换掉。Nice，Nice。哇，可以的。Easy。哦，好猛哦！你们打三。Easy。跟你讲，这伤害很恶心哦。角色就是有问题。哇，打鬼！怎么不打国服？有人在搓吧？这是有人在搞气氛呢。我，哎、欸，还要打吗？我没有优势，不太会玩游戏。其实我打野太需要优势了。哎，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看那种高手打野，死个两次还是不怕的。也是啦。对啊。你要下来吗？等一下，我来吃红。好，那不用不用。他上半部没有。我。我要给他一层塔皮了。哎、欸，他有闪，靠腰嘞！有啊，不错，我以为他没闪。哇，贼远耶！他伤害够啊，我刚刚血太低了。我刚以为他没闪，还闪还在，应该说闪还在 CD。卡比，那我先往东走，但中路没办法吃兵。还是哦，他要吃河蟹，等一下可以打吗？下过不去，现在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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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去踢吧，他被动应该还没好吧？哎、欸，他一用掉了，哦、那你先吃呗，他一应该还没好，嗯，好嘞，我差一点就等，他现在吃蓝，反正下半步、哦，要我靠你们吗？嗯，好像是。会跳，这边会跳，这边跳。来了。哦，我再走，我再走，你们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可以。哇！蹲他嘞，可以。哇！被换掉，亏。哎、欸，勒布朗来了。嗯，人在，人在，可以，可以。闪蹲他，来不及。嗯，看商店，然后打他被动，转，转，他现在应该会往上，我刚才会打那个预示者，谢订阅，要五百吧，还行，节奏有一点有了，尾到一颗。可惜刚刚没有那个弹跳，上路的其实要等他挪，后面那个谁啊？那上路可以不用去。龙女，对啊。哇，阿宝蓝吃嘞、欸！哎、欸，攀升六了。嗯。怕跳装。龙女前面比较弱一点啊。后面就可以，他后面很恶心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怎么出那个、啊、遗忘宝珠啊？他怎么什么套路啊？潘森有跳，潘森有炸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走到中路，他刷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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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他应该往下走了。他有跳下吗？啊，他跳下来，好，我们吓到死了。TP 了。没办法，好烦啊！上路一直 TP， 上路会，那这样他应该持续自责，没有组织。
然后这个角色好像蛮酷的，达瑞文的。来自潘森啊，潘森啊，呀，跑掉。哦，没事。哦，你拖一下，都放来了。嗯，拖一下，你拖一下。勒布朗，我靠，我可以来。贝德，我有大绝跟惊人。啊，你会死哦，你会被秒。不会。哎呦，我开弹。后面。被换掉，哥！哇，他妈 TP 现在才来，TP 现在才来，他拿到比，啊，可以给他拿，他拿守塔吧，啊，还行，嗯，他拿守塔，可以，蹦啊蹦，哎呦，哇，有，nice，刀种吗？哎呦，那个伤害，哎呦，龙女刚那个伤害，这个好像是等级落后有点多，不会啊，我六等打七等，刚那波神打完会赢的。就七等，那个加里欧，他其实这样踢龙，代表这个下路一定要 carry。啊，一字有点肥了，现在。对啊，这样很难玩啊。一字七颗头哎，哇，我杀不死啊。啊，滴滴对。好险，角度算得刚刚好。龙可以哦 ，easy 死了，或者是你要拿别的也可以。我现在去拿别的。看，拿预示者也可以啊。对啊，现在拿龙比较好，换成双龙。下来了，等一下。不过他们现在中野都在啊，然后我们中野在。靠腰，我怎么一直送他钱？我忘记他是那个了。谁？我说我忘记他可以，他是带那个什么？战绩的，哇，龙女不在哦，好，勒布朗在这后面 ，nice， 这样龙不能打，我去换吧，来不及，你去换，嗯，哎、欸，你有在打吗？我过去，打，我看不到，我没有视野，他死了，可以，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打，我 W 一下，哎、欸，没有开，没事，扎克人在蹲哦。他往上走，我没有惊人，这样好像有一点点危险。对，要抓了。哇，死敌！挡啊，突然不出来，不能死啊 ！EZ 太痛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跑了，他好像换掉了。Nice， 哇，他一好了。怎么伊泽瑞尔也死了？全都死了！好猛哦！哎，这个好像会来送一，没有一被挡到了。不过他正常一定要 carry 我吗？他 TP 都没有按过。对啊，正常啊。他还拿一个卡皮。他都是发育，他一直在发育，他也没 TP 下来，他就后面那一波还。因为他那只没办法 TP 啊，他那只没办法 TP，TP 下来没有用，跟加里欧比。只是现在 EZ 要抓死比较难，有点还好啦，还好。现在那个谁，希望那，有东西是不是？我都没看到。哦，闪现，好爽！是不是应该玩蜘蛛啊？可是我这场又不能玩蜘蛛，因为太多 AP 了，他们在预示者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这被割。因为哎，下路，中路，对，很多人，赏金全收。他那个角色，扎克被这样扎克弄，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了。我这边要坦克啊，主要是第一趟撞输了吧。应该是不能打了，你不要打，伊利在，不要，我拉那個，没有，伊利不在，我拉被动的，对，拉一下，等龙女，等龙女，或等他跳，勒布朗也来了，好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惊人，他跳了，
我要开大。嗯。可以。我到了。你注意勒布朗伤害就好了。再拉一下吧，等一下骑车子。他跳用过，后面没事。龙、哦、那个御史一来了吧？一直还没有，一直没有，一直没有。四打四。我们 poke 了，我们 poke 了。对，四打四。他退，他们退，他们退。我死完，玩十分，等级变好低哦，那属于等。给他懒吧，我现在没有用。李信蛮好玩的，这边点燃了，没有实力啦。哎、欸，他一他没闪，他没闪。我知道，他一怎么交那么？一没有靠。哇，应该没到，没什么办法，我没摸了。哇，退吧，退吧，就我们送掉，没事。反正也没塔皮，没塔。我没办法，把我毁掉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也没办法了。那我一下就好了，不要让他死。TP 咯，他有大、哦。我要讲，我一定要换他，我不要练错了。我他们好多全力图资源啊、哦！有的，哎、欸，都没有，换掉。我的，有啦。哇，他们塔杀一个斯文吗？他们有那个被动，哇，快掉闪，没办法。反刀，还想跑啊，兄弟！好猛，好猛。他不是杀我，他知道不能杀我。龙生，来，等级好低哦。我要吃一下果子，哪里还有果子？等龙女来打团吧。龙女没 TP 耶。嗯，他会直接过来。哎、欸，他们吃吗？哦，没眼睛了，没开，没眼没大，感觉要先 poke， 因为他们都是强开的。开了八龙吗？开了。不，再来了。哇，龙女慢了。蛮难的。我要站在那个旁边。哇，我就抢而已，没关系。好，你退吧，被伊利抢走。那这边可以吗？你们可以打，你们会赢，只有一粒。我闪招。哦，我一定要去抢啊，因为不抢的话，我死不死没有差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才发现我们全是 AP 耶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才玩李星，好像被李一炸走了。可以吗？哦、没有。我哎呀，好多东西要扔他、哦。你就不要再跑。扔他，我要防他有没有那个大招？他都被我雷惨了，没有啊，他也不会中路啊。哥，可以，这个一，他这边上路的，有一刀，哇，他没捡到刀，哎呀，这两个，哎呀，加里欧其实很猛哎、欸，乱搞哎、欸，收割。首个 different， 不是我们的龙女真的出太痛了，她怎么帽子了？哦，她三今天拿很多赏金，这把看她了。她喷一条就半血了吧？我会再会尽量保她。我现在你保她，死而无憾。
没有用。我精忍以后，应该团会比较好打。嗯，哎呀，可以撞这个吗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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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在走。想说挠他一下。爆啊！又送低。我缺点钱。这边职业。他有金人哦，家里哦。好。好像不吃 CD 耶，吃等级。哇，马上开战是有够强的。龙女不在就不要打了。对啊，我让他去把那个杀了也可以。他要杀人，他要杀人，我往上靠。他后面小心哦，附近可能多了。哎、欸，还是哦没有，伊利在中。那我打一下那个。德布朗在下，德布朗在下。没关系，先守，放一下钟就好了。我回家买那个黑剑。哇，那红蓝直接回满了，不行不行，别吧别吧。应该是没事。262啊！哇，消失好像有点久，麻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还是找一下。等级输一等，输完六两，应该是没事。那不容易再下呀。是谁啊？翻身了。他们有可能抓下、啊，嗯，哎，没打破，哇操，这么痛！你打我一下500滴，我要 cover 中，哦，你 cover 下就好了，哎、欸、下哦下还有 cover 中，我要带他过来，带他过来，这边、啊，哎打起来了，拉一下，哇三针交闪。我、哦、真的很难打回战诶、欸，那边果冻了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惊人，我没惊人，啊，有惊人就可以了，哎、欸，这边，可以打可以打，拉到拉到，这他，是不是哦？哎、欸，大雄，呜呼，你过来。我、哦、没闪了，好朋友。哎、欸，你会死哥？哎呦，差一点。死哥，死哥。叭叭叭叭叭，龙要出了。可以啊，第三只龙而已，没事。我感觉要试试就想啊，我们现在被卡开不大好。哎、欸、看到那个扎克位置，干你不要被吵到，完了，没有抢到，不止没抢到，我们他妈要团灭了。不会、哦、不要，他直接被吵到。哇，前面会战啊，龙女不大行了。我的，感觉我应该不要李斯，要格雷斯。完蛋了，我完蛋了。有金人吗？没有，我金人这一把经济不好，出很慢。节奏没了。都抓我！哎、欸，一技没闪。来，
节，然后当然整节重要啊。可是我农野都没有输，但是打架会是输，然后我就没等级啊。打架等级差很多。没关系啊，下一把再努力。扎克跟那个他们卡开又没有攀升，嗯，看有没有机会撸个，还是巴龙的，好像可以逼个战，现在好像也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德布朗，中路吃一下呗，或中路抓个人，不打，家里会跳。还是选家里欧啊？安生，还没开啊！哇，无解！没事，走这边就要爆了。我在思考要怎么帮你们。不用，你好好的走吧。啊，我好像要死啊！没了，我的没了，我的，我不爱玩理性的。会战真的很难打，征服者是补血啊，那我第一波打完没有办法。6156，哎，我输出很高哎，合理啊。啊！第一波怎么会输啊？没有吧？应该说你刚刚那把选什么都没办法吧？他那个你选个农的感觉都还比较好，因为他玩葛雷夫了，他中上，对啊，中上根本就没控制，你根本也打不了伤害。啊！他上路一个龙女，中路一个奇乐是打勒布朗，到底要怎么抓人？啊！我就烂，我应该要玩农的啦。因为我们中上都是浓的，对吧、啊？你抓一个刷野的，应该会比较比理性好、啊。选蜘蛛也没用，蜘蛛不行啊，组太多 AP 了，啊、不然蜘蛛对你下路、哦、抓人还不输。早知道玩悟空，格雷夫应该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多少分？算三把，没关系啊。等下二连胜波就过了。你现在是一个叉吗？勾叉。哦，很激烈。对啊，刚刚龙女出坦可能也比较好一点，出这个装真的太软了。而且我一直以为他要玩那个、欸，他要点征服者，我还以为他是要玩征服者吗？我还以为他是要玩那个的。他玩 AP 龙，下路应该要带那个吧？上路应该要带那个灵魂收割。那玩 AP 龙，感觉灵魂收割更好。他征服者也触发不了，管他战绩。满西有人好猛哦、喔，坏死亡之舞那个胜率70%、欸，牛逼。可是他第一件都要出那个小板甲，好像那个甲好像有点强。龙女不用拼伤害啊，因为他那个他变龙了以后一，你出坦装一样痛。嗯，你去开那个测试，你就知道他那个一就已经有问题了。AP 一定最痛啊，检讨怎么检讨最 carry 啊，白痴，他 carry 是放那个、欸，他是牺牲掉我们、欸。他加上路一只船欸，这节奏被他那个加油带起来了。对 啊，可是他做的决策对啊，他如果传下来才会爆，他也是来送。他如果传下来才会爆，角色吧，我的啦，我的。我干嘛这个？我干嘛得雷夫的？我选一只很难打扎克的。稽查永贼，刚服稽查。是如果怎么样可以更好，不过我们组合是真的比较烂，就是。但那也没办法，那是因为后面的人选的关系，前面的人就是选成那样子了。我的，
我应该要 carry 的，不是这样。古拉格斯不行啦，不是我打野都会玩，只是刚刚我们不能再选 AP 了啊。我们上路一个龙女辅助斯温，然后中路奇勒斯 ，AP 3已经飙高了，我再选一个，等于是 AD 死掉就 GG 了。不是啊，什么简单无脑？欧拉夫